刚来出招的数学题。大家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一看就知道这新拍的，他的手法都不一样，对，而且位置啊不只局限在人的身上，对，看不到。老师，我只看到一个，是我太累，所以看不到。不是，我没那么累，我也看不到。我来确定一下，根本看不到哎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太快了。绝对有三个，提示一下，两个都在背部，背部，哦，人吗？人，前两个都在人。不是娃娃。大家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我们身为同一个啦啦队，是，我没有得分没关系，但是我赞助一个答案，好，那个手有45，好啦，废话，没有再赞助，羞辱我们，再赞助一个，我看到一个背后，对，有背后没有？23，那剩二 A 喽，再一个，剩下一个，请大家，哇，你牺牲小我哎，对，好了，小小喷一下，啊。同学们，他提供的答案还真不错。对，还有一个七。郭同学是，脑子没有弄坏啊。谢谢马同学提供的23。所以你有另外一个咯？对，请说。两个在背部，一个是23，一个是七，所以加起来30，再加一个45，就是75。那么累还看得那么清楚，但是我忘记讲了，我那个答案不想提供给他，可以提供，没有用啊，那你要先发耳塞给他，反正他也没答对。哦，好难快。有没有人要答？没有，好难哦。二 A 对了，我的答案是对了，二 A 对，另外一个真的没看到。好了，这个制作单位看不过去，这一题真的有点难。对，再看一次。第一个数字，两位数。下面去吧。大家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再给同学们看一次，数字到底在哪里？下课回来看清楚哦。大家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哦。谁按的？谁按的？好，我同学，蓝色泳装女生背部，然后一个背部马国碧提供的，再加上，所以是3、2、1。23，再加上45等于104，答对了吗？